阿里巴多那跑起来镜头啦，你在上面游戏。我在体验妈妈怀孕的辛苦啊。老师说，每个妈妈怀孕的时候都要背一个大肚子9个月那么久，不管上厕所、走路、爬楼梯、睡觉，都要挺着这个大肚子，听起来就好辛苦哦。来，你哦，抱一个枕头伫个巴肚家，啊，行路的时阵若是无看到路，我说你巴肚是干啥？妈妈都不怕了。麦麦也不怕啊！谢谢妈妈那么辛苦的生下我，我会当个乖孩子，好爱妈妈的。妈咪也爱你，弟弟。假使有一天，若是有人想要将你为妈咪身躯边抢走，是要安怎？不可以，绝对不能跟我跟妈妈分开，我绝对不会离开妈妈的。那安尼，咱母仔囝永远永远拢要分开，好无？哈！阿妈，妈，妹妹，阿妈哦，啊，一进门就看到我的新冠宝贝，阿妈在外口受的气哦。妈，小王小气啊你。妈，你是安怎？什么人家你生气啊？要给我杀了，痛点嘛，是得你小心啊。弟弟。你水果旁的去房间吃，爱记的爱写功课。稍等下，妈咪进去检查。哈，阿妈进去了。进去去，乖咯。哈。妈，你去找你小新哦。我当然嘛爱去找伊，替麦麦偷工刀啊。啊，这林小心哦！啊，可惜伊是麦麦亲生妈妈，啊，就着麦麦来威胁咱，叫咱爱接受伊。老实讲啦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我本来有考虑过啦，啊，想袂到伊会这么着急着，啊，叫人去甲麦麦掠走，啊，害麦麦发烧去大病院，伊为着达成目的，安尼不择手段，啊，搁无第一顾虑麦麦安慰。伊讲伊有我爱麦麦哦，我才无第一相信呢。好啊啦，妈，卖生气啊！那真正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哦。好佳哉，恁爸爸最近第一无闲公司的代志，啊，万一老何知影讲麦麦差一点出代志，伊无把永成的皮哦，我才输你啦。伊讲麦麦无去的时阵，我有第一恁大官的手机啊留言。好佳哉，我趁伊无注意的时阵。赶紧把那个留言删掉。妈，这你放心啦，我袂向爸提起这件代志，卡免让伊操烦。你知我第一讲啥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讲到这尼济哦，迄脑感觉大大啦。妈，我来听到你哩。啊！这么乖巧贤惠的媳妇，啊，竟然未生，唉。永成有跟我讲哦，因妹是伊的宝贝，还佫有哦，因爸只有拄到因妹的时阵才会放软。我若是想要入去酒店，就一定要先甲因妹喊大好。要入因酒店嘛是真简单啦，啊，不过要安大因的人是真困难。不好意思啦，我是应该甲你回信的。我还走拢废去啊，是变哪见人啊？你应该电脑感谢我才对啊，拄我迄个公司真正足无适合你的，伊敢那有你的气质，本来已经足low啊，起码变得更low。啊，我可能你去会甲我换掉，才会出来见人。啊！你若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气质，你通去找永宝集团化妆品专柜。到时阵你就通报我做永琪的名，我会叫人亲自给你接待，让你知影啥物人适合啥物妆。原来你就是做永琪兄妹，做永琪啊！啊，我甲你自我介绍者，
我叫做倪小新，是周永成特别叫我来这里的。最近的空气污染敢那较严重吼，无怪啦，我过个目睭安尼雾雾看袂清楚，啊，经查某人个眼光变遮歹。可能是咱头一届见面，啊，你对我有偏见，要唔讲咱大大熟悉了，你着甲恁哥共款介意我。歹势，你讲话足趣味个呢，看起来我哥是还袂甲你讲，我有一个一世人都改不掉个坏毛病。那就是我有最严重的洁癖，我想推下拉什么啊？只我过来吼，我就全身不舒服了。啊，麻烦您吼，把手拢伸出来。人伫外口吼，就爱开心来啦。啊，拄着拉什么物件，消毒喷袂就好啊。啊，既然你是来带我转去的。你哥吼，啊，我的车嘞？你即摆是你讲啥歹物啊？车给外口人，我带你去。哎呦，原来有晦气的人卡到这么不爽快，我规个人拢夹鸡毛皮。我跟你讲，你离我较远的啦，到时若出代志，莫讲我把家己禁锢。我想怎袂当我哩啊？啊，恁哥叫我来接你，就是要跟你不用讲钱的啊。那是因为阮哥的背脊较轻，才会卡着伊。那我背脊足重的，较早遐妖魔鬼怪若拄着我，咱家己撤退啦。所以我是惊我捡到你这只妖精。你这个找到真够骂人诶！恁爸妈无甲你教，爱尊重时代，尊重你未来大寿星嘛？你这个查某人阁是啥啦？你敢若足面熟诶？哦，我知啊，你就是迄个八卦新闻，迄个林家婚外前新妇。吼、哦，你本人看起来较操劳呢，歹势啦，拄仔无甲你认出来，啊，感觉我送你一撮保养品。永琪，今仔日看见恁哥的面子上袂甲你计较，我甲你讲，我甲恁哥是真心相爱，两个人嘛已经做伙啊，起码嘛算是你半个大嫂，你对阮讲话嘛是爱尊重啊。半个大嫂，不过伫我转来之前，我从来嘛无听我厝的人安尼介绍你呢。我敢若知影有一个伫阮厝的乌白母的妖精，啊，佫知影阮哥敢若予人下降头，予一个查某人安尼迷甲乱七八糟，连阮爸的话嘛唔听，敢讲是阮爸乌白讲害我无介哩啊？恁爸对我确实有淡薄误解啦。迄拢是因为你迄个大嫂吴家璇啊，伫恁爸面头前阿伯乱讲话，加挑拨离间。哦，原来你这么委屈哦。过来啊，来陪我练习，让我重新熟悉你。危险看哦，拢较松啊！你叫小心陪你练习。既然踮啊正口倒下，等阮坐到你骂人哦。你唔甘意哦？无安尼，你来替伊教我练习好啊。哎，是啥物物件袂知？就让我来给他谈会咯。我怕啊！想袂到周永成小妹竟然这么傲慢。好啦，我拢已经痛啊，拢痛啊，莫阁怕啦。安尼你应该知影，毋是啥物人拢有资格踏入来阮家，因为有我，有我这个门神，我的目睭足金的，有啥物人哦，想要在我面前闭鬼闭鬼，我拢会现出原形，会足歹看的。原来你讲要找我互相了解，根本就是要认定我的借口。是讲安怎？是讲安怎？我你要甲我斗斗？我毋是想，我一定要咧做。
的，我要带你的血，我要带你的血，你竟然这样冲我。对啦，爱甲周永成讲啦，嫁好啊，甲神小妹，无大无小，无残无疾，搁无事无悔啊。哎，你若敢动手，我就甲阮爸讲。李小心，你讲你大我辈，什么辈？我看你除了比我两倍以外，你大什么辈啊？枉费我搁对你这好，甲你调养身体，搁甲你讲阮周家的家规，你甲我讲到这歹听。唉，我看吼，真的大嫂甲半个大嫂真正是无共款，人我的家选嫂将来嘛唔咱个回归我。啊！你今天的表现就歹，我即摆就去转来甲阮爸妈讲，我的验收成果。你吼，连替我做的变出来资格拢无啦！哼！永清，你是要甲你爸妈讲啥啦？我都已经叫你配合你，你搁答应无满意啦？啊，永清啊，我知影讲的话，我给你回信你好无？我给你回信你啦，永清！哦，永清。真害啊！李小心想要利用周永成小妹在酒家占一个地，结果因小妹这里傲慢着，这李小心哦，不管有嫁入去无嫁入去，日子同款歹过。啊，不过山内要得到周董的支持是愈来愈困难。